金庸传奇人生，生于豪门，被学校开除，有三任妻子，长子19岁自杀。中国古代有句话，叫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而古代的江湖一直很是模糊，似乎包括三教九流，一切传奇的地方。而直到伟大小说家金庸先生在其武侠小说下，这江湖才彻底的清晰起来。江湖就是除了百姓，除了朝廷以外的世界。江湖虽然混乱，但充满侠义，更充满刀义，栩栩如生，又是热血非常。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才闻名世界，是华人武侠第一人。而10月30日，94岁的金庸先生逝世，将这一永远传奇作古，世间不再武侠。回顾金庸先生的一生，那是非常传奇。其出生豪门，追求自由，被学校不断开除，有三任妻子，长子19岁为情自杀身亡。第一，出身名门。金庸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，原名查良镛。金庸这个名字是其姓名最后一个字的拆解，而金庸出生的查氏是浙江海宁豪门大族，自古的书香门第，可以说兴盛了几百年，所以金庸一出生可谓是有着非常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，在那个年代简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第二，不断被开除。金庸先生从小喜欢无拘无束，追求自由，随心所欲，这也是其后来创作的精髓。但是过于随心所欲，使得其学习一直不顺，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几次被学校驱逐出校。在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读书时，金庸写诗讽刺训导主任被开除，到重庆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时，因为对党员不满，向学校投诉，最后也被开除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不安分学生，按照现在的话说，不是一个好学生。第三，有三任妻子。金庸一生有三位妻子，第一任妻子叫杜志芬，是金庸在23岁的时候在杭州相识，是朋友杜野秋的妹妹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到1948年金庸到香港前与其结婚，但是到了香港后，杜志芬过得并不开心，金庸忙于工作也没时间陪他，而且两人也没有子女，最终杜志芬黯然离婚，离开了香港。与杜志芬离婚后，在1956年金庸跟第二任妻子新闻记者朱梅结婚，当时金庸32岁，朱梅也是金庸一生的挚爱，朱梅大力支持金庸的创作，甚至变卖自己的嫁妆帮助丈夫渡过难关，而且还为金庸生下了四个孩子，金庸一生二子二女都是朱梅所生。但是到后来金庸成名，而婚姻却出现裂痕，1976年两人离婚，此后金庸娶了第三任妻子，当时才16岁的林乐怡，比金庸小29岁，可谓是老夫少妻了。而林乐怡并没有为金庸生儿育女，但是陪伴金庸到了最后，获得了一切。第四，长子19岁因为感情自杀。金庸的长子叫查传侠，是第二任妻子所生，生于1957年。可以说查传侠完全继承了父亲金庸的天分，11岁就能写文章发表，才华横溢，少年天才，为此深得金庸的喜爱，对其寄予厚望，要鼎力的培养，将来必定是有一个大师。但是在1976年年仅19岁的查传侠却因为情感自杀而死，对金庸可谓是打击很深。金庸先生一度要随儿子而去，看破了红尘，但是最终在宗教中获得解脱，才逐步缓了过来。可以说金庸后来的武侠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己长子自杀的影响。金庸先生的一生可谓是充满传奇坎坷，也许正是这些传奇坎坷才使得金庸先生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，
才有了不朽的武侠传奇。而逝者已去，传奇不在，令人痛惜啊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。